如果在坠落前方舟没有大幅度变换航向，那么我们此刻应该身处于太阳系的边缘。丹珠姐姐和苍玄姐姐，小格雷兄，我有那么吓人吗？不是的。方舟坠落后生成的最后一份记录报告显示，方舟坠落点距离太阳约4500个天文单位。提问：方舟内部此刻有多少人？两人，一位是驾驶员，一位是华。还好，小黄和小蓝确实不在这里，也就是说。